当初我不知道是中间岛是这么小，这么寸草不生。我一想，一看那个环境呢，眼都僵呆了，一片白茫茫的沙滩，什么都没有，以那个气温普遍的40度、50度的高温。 因为气象原因等等各种原因，种了一批，没了一批，但是我们年份一年这样种。这是第一个生日啊，就是在中间扎根以后都在中间过生日。 喂，妈，你在家吗？怎么样啊？这一期，这挺好。过生日给我做了好多。我们其实每年越喜欢上船多越好，为什么？那代表我们国家经济越来越好。所以说我们在这块里驻守啊，也是非常自豪的。